嗨，大家早安！你说早安。早安。那我们现在要干嘛？吃薯条。吃薯条？哎、欸，你不能讲出来让妈妈或阿妈知道啊，不然我都带你吃薯条，我会被骂哎、欸，你会长痘痘，对不对？好啦，那我们今天要干嘛？要拍片，对不对？嗯。你说我今天是 YouTuber。今天是 YouTuber。好啦，那就欢迎来到豆豆的频道。哇，好棒哦！那我们今天要去哪？亲子馆。亲子馆，你还记得哦？是亲子馆吗？还是动物园？啊。动物园可以吗？可以，我想要赛车的、啊。你想要赛车的？我们多久前去亲子馆的、啊？去年夏天，已经九个月了、欸。哎、啊，我想要去有房子的地方。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吃完早餐，然后就去亲子馆看看吧，好不好？我不要去这个，我想要去房子的地方。有房子的地方，好，那我们就找看看吧，好不好？好，那我们先去吃早餐喽 ，Go！ Go！掉地上哦，要不要番茄酱？要。要给你叉子。要。好，那我拿叉子给你哦。叉子。怎么了？怎么了？那我的汉堡嘞？没有啊。阿妮，你的汉堡给我吃。啊。妈、啊，我现在在哪里？今天到亲子馆了。可是还没有进去，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还没进去？因为怎样？还没开，对，要两点，好久哦，天哪！所以我们现在在士林亲子馆的门口，那还要再等30分钟，你可以等吗？不行。那你现在冲过去拍门，跟他说让我进去，要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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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对啊，你也不敢啊，好不好？那我们再等一下，好不好？不行。那怎么办？我冲过去拍门说让我进去。不要教坏小孩子。要。不要。你要我去了。啊，这没有办法，要两点呐、啊。有什么办法？离去。那旁边也有人在等啊，对不对？好吧，我们再等一下吧。那小娃娃的地方吗？对啊。好，那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啊，台北市士林亲子馆哦。那这个士林亲子馆呢，是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啊，委托财团法人净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所办理的哦。那馆内啊，服务的是6岁以下的儿童哦，大概就是上小学一年级之前呐、啊。所以呢，它有规划0到3岁跟3到6岁的一个区域。那基本上呢，礼拜一啊是休馆时间，好，那礼拜二到礼拜五呢分成上午场跟下午场，好，那周六周日呢只是分成3场，好，就变成上午1场，然后下午2场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来的时间是平日啊，因为没有预约，所以只好排现场的名额哦。不过还好有排到，我就直接进来啦。哇，你在做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哇，你在做红豆饼吗？然后呢？然后呢？这个加在哪里？对，来来加在这里，这里这里，就这样子，1、2、3，来塞进去。哦，红豆饼完成了。啊！哎呀！哎呀！好啦，你加油。车车车车吗？车车。这么大台，这么大台，好，加油！哎，门没关好，门没关好，你要你门没关好。好 ，OK， 来出发，要走这边喽。红灯停，绿灯行哦，走。可不可以啊？怎样？车太小吗？没有。然后这边，哇，有好大的红绿灯哦！你看，这1:1的红绿灯哎，太厉害了吧！哇，这个。哎、欸，想不到红绿灯这么大。好，你先走 ，Go。可是我想要骑车哎、欸。那你下来换车啊。好，你把车子停好，车子停好，后面有人小心。好，骑机车 ，Go， 这里，这边要照着这个线，照着这个线，这个线，这个线，这个线。哎、欸，现在是红灯吗？现在是绿灯。好，走，走走走。停停，好，好，可以走，没有人就可以走了。好，走，转弯，哎、欸，你逆向了，你逆向了，你逆向了，你看箭头不对啊，要往这边走，走，不行啊，往这边走好了，好，往这边走，走，这又是什么地方？好像是邮差吗？不知道哎、欸，邮差吧，对吧？来加油。没有了，加油！啊，
没有啦。还有油吗？还没有，没有油啦。没有油了，好啊，停好了，加油。加在哪边？你可以加油。这里，这里这个洞。好了啦。欸、好了好了好，多少钱？400，457块。好，那付钱。我没有付钱的。那刷卡呢？刷卡没有。可以吗？可以吗？好，来，先放好。好 ，OK， 放好了，走，上车 ，Go， 走，走走走。我不想玩这个。那你把车子停好。没办法。嗨，邮差先生，你要送去哪里？送去哪里？送去哪里？这里吗？等一下。哇，送到了，好，放好。还没。还没。贴单子。贴单子，哇，好棒哦！好棒哦，好棒哦！冰箱哦，还有什么？又可以做什么？可丽饼。可丽，对。对。那盘子嘞？那个是饼皮。那士林亲子馆这边啦、啊，因为是靠近士林夜市啦，所以有很多、小朋友的玩具啊，是跟摊贩有关系的，像是可丽饼店啊，珍珠奶茶店啊。哦、然后还有红豆饼店啊、哦、这些都可以让小孩子啊、哦、来学习怎么当一个小老板，然后他也可以做出他的一些饼干啊饮料啊来给客人哦经营一个买卖的感觉啦。那这一次呢我们有报名到他下午的一个课程、哦、大概是30分钟的一个时间、哦、是一个交通安全的一个课程啦、啊哦。那途中呢他会老师进来告诉小朋友、哦、教导小朋友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个概念。好，他会先放一则短短的影片，今天看的是玻璃，我儿子相当的喜欢啦。接下来呢就会让小朋友啊穿上一些交通安全的制服啊，我去外面指挥交通。他看到，然后另外一只手要这样停。好，绿灯的时候呢，放下来才让他们过去，对不对？红灯，停。大家看到外面有一个很大的马路跟红绿灯、哦、然后就会有志工哥哥、哦、来扮演那个车子、哦、然后让小孩子啊来再学习啊，如果有车子经过的时候啊要让车子停下来啊怎么样的、啊哦、让小孩子知道、哦、什么时候应该走什么时候应该停、哦、就是学习怎么看红绿灯啊这样子。来来来，这边好，安妮看看着爸爸，看爸爸啊，这个送给你耶、yeah. 哦、迫不及待迫不及待，好，我们大家帮他拍拍手，嗨，好，我们从亲子馆回来对不对，好不好玩、嗯、那你下次想不想再去、嗯、你刚刚还有哭哭对不对，因为你不舍不得离开，所以我们才在车上结尾，因为你刚刚在哭、啊、不过没关系，我们下次还有其他亲子馆啦、啊、你想不想再去，好，那我们再去好不好，好，那推荐大家来这个亲子馆玩吗，你说士林亲子馆、嗯、而且你还要拿到一个奖状、嗯、对不对，对，那个奖状是什么，交通安全的奖状，你有看波利的影片对不对，对，所以大家过马路要怎么样，停看听响，你说停看听响，停看听响，好，对，好，那记得过马路的时候要小心哦，好，那看镜头说要干嘛，按赞按赞订阅分享小铃铛，好好好，谢谢你，好啦，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啦，拜拜，我要去劝的，拜拜。